叫功能记忆？你知道什么叫功能记忆？就是一功，一功的记忆。那你说那个我们这个生病的时候，那我就照顾你们。是你们弄的，是发布在哪里？我在家。哦。你本来平常没在上班，那个现在退休，退休。你有在弄吗？非吃不可啊！我现在呢？啊，你现在在？我喜欢玩的。哦，我没有时间啊。啊。因为他反正只有画设计图，有时候朋友都。他会在他的网站发表他的室内设计作品啊，还有他那个三只小朋友游泳的报道啊，去北京去各国啊，然后去参访跟各国的选手啊合照啊心得啊，所以他都有去，没去先生都有去，但是我们那边有资讯我会一直传递去给我心得我们没有时间去，可是明年可能考虑吧，因为小朋友去我们让自费嘛，对啊，按理说我们还在连着赚钱，但我们应该再出去好好过一下。但我们这样今年光旅费，我们家里两千500。啊，这样。去澳洲一个人，反正咋办？你要，团队他是10万块，那一个人才10万块光旅费啊。去是因为他们自己自己吃啊。你看他们一只小朋友能赚8万。6、7、8个人，8、8就60。嗯，所以实际上，你说60、60，等于是大概60到70万左右。我觉得这是属于民间交流，不是国家的。我们现在国民外交的。那外交部应该要补助。今年都没有，明年看状况。其实很多是这样，你去如果说民间团体出来，一定有声有色的，没有？政府才会说。锦上添花了，他是但是他不信的啊，其实哎，爸没有。那我们现在去就是像你这样做一些基金，那回来我们可能就要跟外交部一些公家机关联系，那可能一联系之后就觉得，我们去国民外交，是做得不错，那可能就是要拨一些预算，就看状况，至少不要机会。像我们这次。教练至少要补助个3万多，是不是？教练的费用，以前是都没有。他现在多多少少补助一点，教练压力也不会那么大。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多，一般大概家里都是我们里面最多大概就是1个、2个、3个嘛。那我们家两，因为我跟我大姐6个啊。这次游泳一定游得很好了。我们老大杨氏跟他所有的泳姿很美，所以他以后很适合教人家，因为他会游泳很漂亮。那老二是怪咖，他的成绩很前面。他有参加那游泳比赛？有，他在台湾记录是不错的，就是看他之后有没有机会参加奥运，因为他年纪还没到。所以这2、3年看他成绩，如果往上进。那到时候奥运赛就不是有甄选赛吗？再看看他有没有机会。但是如果到达那边没有到达那个标准，你就有可能再看一下。那个巴西奥运。啊，真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儿子啊，他是体力超好，所以他游起蝶式来啊，冲劲很够。所以人家就说，你看他能破纪录，如果他。他有一直往上锻炼，然后高度也长高，那现在不够高。现在大概130公分。他如果高度有到一定高度就好，因为短距离比赛你高度真的会受限，还有长距离他的成绩很好。我们教练在开玩笑说，看你们谁谁创纪录，人家奥运说哦，恭喜你。那个奥运是以年龄来分的，其实他没有分年龄，他是分你有没有达到他的竞赛标准，他有个指标，你要游进那个记录，就是参赛的记录，你才有资格参加奥运。
那这12岁跟人家20岁比，那是一定输的嘛？不一定，像你看这次的奥运金牌，大陆的16岁选手，真的？对啊，像年轻一辈，其实他们的运动也有一定的实力，这种的最巅峰型。你其实你过年纪过大，你就体力不如人家。然后身高，就是如果距离跟身高有关系，接下去再一百。手指头这个地方就弯成这个样子，你有机会吗？你刚刚从这边尽量换，然后慢慢帮它舒缓。你就从这个筋有没有，骨头跟骨头缝中间，这个帮它放一放，软化一点，然后再慢慢的轻轻的，不要硬拉，就是顺顺的让轻轻拉，让它慢慢放松。它已经弯曲，不可能马上好，但是慢慢拉，让它。做附件。我也有在游泳，你真的吗？我今天还去游泳啊，昨天我去游泳，前天我去游泳，那个你们都是去玉城的呀？不是，玉城的水不行。那哪？我们去那个城北，城北国中的。那水不错。我之前在那边有去过玉城跟城那个运动中心，南港运动中心。运动中心可以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有摩托车，我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对啦。可是人家说像玉城不是设备有换新还不错吗？真的。我爸什么都还不错、啊。但是问题是水质的问题。真的吗？我不知道现在了，我们当时。因为如果比较常来这边，因为其实像我今天是6点的班，什么？我今天晚上应该是晚上6点才有班。啊、哦，真的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。对呀，他是刚好，我就跟小哥讲说，这样也好了，我坐车之后要去运动干嘛呢？中场有时间可以去动一动。来，你要不要去我们山的？我可能会去运动中心。哦，你那边有那个？那以前有。有票。对对对。然后我跟朋友去。你也很会游。我是救生教练、啊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我现在也是，我是 C 级裁判啊，可是我现在已经到 B 级裁判了。啊，你是 B 级的裁判？我是 C 级的，啊，我现在到 B 级了。啊，真的。他是 A、B、C 这样排下来的，啊，我没有去考 B 级的。哇，那等一下要真的去啊，不行。你看到我带那个电脑？哦，我现在游也不行，因为我手断过一次。哦，怎么呢？我前两天被货车 A 到断了。你是说骑摩托车的时候？所以我现在有啦，蛙式自由是勉强，可是因为现在一直长期这样拨水嘛，它很容易断。拨太久手会酸痛，所以我现在每次就是只能泡泡水。要不然就是开船啊，开那个海摇臂啊。我们会去做一些救生宣导。你是哪一个救生协会啊？我有考中华泳协，还有考我自己协会的。你自己学会是哪一个？我们会行，会会的会，会行。你是会行飞的那个系列啊？啊，你有参加过吗？我有啊，啊真的？哎，难怪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好像有点面子哦？真的。我就负责做讲座嘛，我都被叫去那一堂。可是上次，我那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还拿了一张。是我女儿，她就会行泳队的、啊。那真的。对啊，就那些小萝卜猴啊。我有一个还是创纪录，因为我这个年龄层没有人有。那你是比我们全国竞赛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全国分领跟国际要比赛。对对对。今年在大新店。那前年的了。在大新店参加过一次，然后我每年都办。然后去年是在、那个。去年我们办在高雄。不，今年在高雄。今年在高雄。所以我今年没有参加。我们在纪念馆。
可是我们在自己馆里面，可是今年明年可能会预计再回来台北办。嗯。因为目前我们协会还没有正式开会说要在哪一个区域办。嗯。因为你知道我们其实每次办活动啊，光也有你们的租借费啊、杂杂啦、各种，他们都给我们一直涨价。嗯。对啊，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想要推动一些观念，有没有？可是，一些民间或者是公家，他不帮忙啊，所以我们。我们这些婆婆妈妈，大家都是义卖专卖嘛，像沿街卖馒头干嘛？这样凑经费，大家都很辛苦这边筹措经费，因为我们那些全部都自费啊。像我们大兴店之前，然后我们不是配合他们刚好来办那个新店县他们那个是运动会，算有点合办这样，可是场地费算便宜一点。去年是在那个科技大楼，科技大学，啊，科技大学对。我们今年其实，明年可能又会开始推行社区杯。其实我们那个不是每个人都很会游，而是他有那种观念，对啊。所以我们都义工妈妈都是学校因为教学。是包括营教学啊，宣导交流啊，就是这个可以要一点点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我帮我们一个阿公，他说他手麻麻。谢谢哈、哦。喂。原来你有参加哦。前夫是有，然后呢，有一个先生已经阳了，他没有看到我有了，因为他是我们也来的疫情。那在疫情的时候，因为我就带我妈去，所以很有名，因为这么老的妈妈还可以在里面游泳，你看看。然后我其实那是很好的见证，对，不伤害。然后我在那教我妈妈，所以大家都看到我在那教的，然后妈妈也对不对？那结果所以我在那就是很，大家都认得我这样。那可是有两年没有去那里了，真的、啊。这边，所以前天看到他，然后我就说，他说很久没看到我，说啊，因为他很有兴趣研究，所以我就请他帮我看一下。所以他看完了以后，就都他四个师都帮我指导了一下，那结果他借我那个鱼式游泳的 CD， 有啊，我也有的，你有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只有书，我没有买那个 CD， 然后他就借我，所以我拿回去看了以后，就今天去留给他看，因为我其实我平常是下午跟晚上，我很少早上。哎，不错，有改进到。像你们比较认真的专业，我没有，因为我每次去光那些小鬼啊，帮我们做一些复健啊，我都帮我女朋友推啊。那其实很多游肌肉没有放松的话，也是乳酸囤积，怕乳酸的囤积，所以我都帮我女朋友，每个礼拜都。我也是一直帮我们保养，所以我每次去的时间就花在帮我们复健。可是他们要游完泳才需要啊，他游泳晚上啊，我都每个礼拜天的晚上，我就去跟小朋友住，然后晚上就被他们推。那他去游的时候，你不是跟着一起去游就好了？没有，我在桃园有住一间房子。哦。那是我姐夫在那边教他们，就是教练。哦。啊，我不可能天天在那边。你姐夫是教练。是他们的总教练。哦。他等于他在那边带小鬼啊。哦，我就在那边租一栋房子，因为那边便宜啊，帮他们道具，道具好多。我很喜欢研究那个，因为游泳，因为我在3年前我说我每年都要参加游泳比赛，
那今年因为会行飞的。明年应该有啊。你说五月的时候。今年要看那个接下来的那个地点啊。因为就是介绍有那个非常非常。你说成人游戏？就是每年不是有办那个大型活动吗？总统杯那些，就是针对学校了。可是他们都体委会在补助啊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全部自费啊。然后存下来要400万。那么多？总共就是其实，哎，有时候你们来参加我们国际邀请赛，那我们里面所有有的那个教练都是没有付薪水。就请他们吃一个便当，就早餐跟中午便当。也没有什么车马费，就大家自己开车去啊。像我们做电，我们做讲座那个电脑什么设备什么，都是我们大家自己集资买的。没有经费就全部要自己来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真是。你知道人家相当体委会在办呢，他们场地在哪？700万在申请，然后办都不用来。那你看那个不是一些布制品、自驱车，我们自己办的、啊，那是我先设计自己弄自己布，所以每次都要去扛东西，接道具。那像我们这种，有啊，我们协会会，就是我们买个板子多少钱，协会会出材料费，啊，我们就等于有钱出力，有力出力这样，啊，有钱出钱。所以他我们这个协会其实大家都很下贱的机构，像有时候办高雄那个啊。有啦，就大家集资租一台游览车，大家坐车下去。您去年的那个报名费多少？会洗金吗？往年都200嘛，今年不知道会涨。所以你不知道今年？还没有正式开会下，还在公告。不是今年，今年刚刚啊，也是200。你这个大因为我们办的啊，没有达标地区，我们没有发。你知道我们小朋友去报那个幼儿会办的，就是全国分龄小学，现在在天母办了，报名费600，然后一个人1项，过1项加100，然后报名到2项，我就要再多加1000，所以我报名就1600。然后呢，以前刚念1年级的时候刚去比，没有一个人打，所以我很慢了，不太会，我那不会有些给他去练成绩。你如果譬如说。他有规定你要2分钟游玩，你如果是2分01秒游玩，就罚款。就是你没有达到那个成绩，要罚钱。我们以前都叫罚钱大队，我们罚了2、3年之后。可是你应该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啊？可是问题是小孩子就是这样，你给他练胆，然后缺糖，有人平常练很好，比的时候很成绩都会下来，因为他你要让他去。参与，而且会进步。我觉得早期或许要花很多钱去让他们练胆，可是临场感，我觉得那是小时候培养起来的自信的。像我女儿他们现在，我们老二很勤奋，越多人他比得越快，想越开心。没有人他就不想游，他觉得那我又给谁看啊？所以我说还是有差，以前花那个无形的费用，还是有练到一点。我还带我妈妈去参加那个老人的比赛。我们有亲，我们有老那个啊，你是参加我们的婚礼吗？不是，在那个老人杯的。老人杯的。那可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智力的那个叫做体育体专哦，那个口那边啊？不是，那个台西边。哦，台西。因为它水太深了，那我妈妈就把它，她就不敢游，就没办法游。那原来在我们玉泽游泳池，它都游得很好，可是因为那里水太深了，去的时候到这里了，它是怎么游？对不对？那有人去会怯场，因为不习惯的环境。像我们每次要比赛之前呢，像我们在如果桃园县运动，我们都会在前2、3天就借场地，就去试水温。因为带我妈试水的，所以她一下去，她就妈妈坐背，她后面就在挤。
坐那边就好，让妈妈侧身。对，然后小孩拱拱膝，对对，让你坐到前面，他有安全感，他才会往前面去。那我刚，他这边。那我们现在协会就是希望说，能够把小朋友的这种观念啊，引导出去。没有，他那时候啊，因为我们这边的大的那个面筋做面粉，那他妈妈就比较，今年会移到高雄，就是想说让高雄的他们啊，他们争取的。反正以前国际邀请赛就是我们上分，就上台北办。就这次高雄的那些日本说，希望能够争取在他们那边办。那学长搞到没办法，你知道我就跟你讲，我们只有两天嘛，我们那个机票费用也很高。根本就只有他们办那个游泳比赛的费用，可是据我所知，他们单场现在600万。然后到他们办的时候呢，选手就有400多个分成五组。你知道我们这样下去一趟费用很恐怖，因为我们自己要住嘛，然后要吃嘛，所以我们常常在大部分国家，后来都是自己。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既然这样，我就不要去。所以我今年没有比赛。但是前两年我都有比赛。对，因为我们只有今年在高雄办，结果那不知道，可能还是会回来台北吧。因为那边如果说他原来不借我们的话，也找不太到。对，他们今年的陈仁勇学到那个新专辑。可是陈仁勇学他们的，我们要场地要够大，因为我们很特别，是你看国家版的选手400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在高雄弄到国家版？我们1200个，对啊，大家都莫名其妙办，懂吗？可是人越多，我们要赶在两天内有没有？其实他们也说我们已经算是连续性接得很好。我就跟你讲，你看国家办400多公里，对，你知道早上我们6点多、5点多、5点要起来，6:40就下去4楼，他9:30就开始游，开始比到10:30、11点就休息。中场休息3个小时，那都冷掉。然后下午呢，开始比到3:30就结束，然后就给你拖到第二天。然后他要，因为他办越多天，他预算越多，经费越多，所以他要分成5天啊。那你看，他们400个选手分成5天，场次没有我们多，1200个选手，然后给5天考完，就考不一样。所以他们说我们很累。因为我们是很早就要写，然后前之前还是招生啊，就是甄选选手啊，要做很多的事情。我很佩服那些义工妈妈，可以明白的，但很有耐心。想那次高雄太多人，我连看我儿子一眼的时间都没有，我就一直关在电脑室里面，就想撞。每天做完第二天，哇，终于完了！你知道腰痛到不行，因为坐站，那台湾不是要起，站起来要回位置嘛，起起下落落的，腰很痛哎。他因为
像我们吃饭的时候不是要有餐点，还要讲话，所以我说其实我们班长下来啊，收的方式其实是很薄弱的，连搞不好只够付那个场地费，所以其他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办的。而且因为我们办的时候，我们为了鼓励大家来开一家，让大家有成就的。所以你看我们班的国际邀请赛啊，金鹰奖、玉鹰奖啊，也获大会纪录奖。因为我就有。对啊，获大会纪录奖。可是你知道那些礼赠品啊，都是我们自费自去买的、啊。真的，我拿到一个那个保温杯。真的、啊？红色。有，那是新店那一场的。新店那一场的。那个礼赠品杯子是我去找的。我们礼赠品是礼品，我们都要去找厂商啊。不是红色的，我那批全部拿。那个印刷品，我们有一个师姐，他们家开印刷厂，所以每次都是他帮忙。这样过了去，可是最近、最近几个月了，我跟他介绍，那他就目前是，他说在这当中他也有住过附近什么。完全没有外伤，就一口气飘。这里没有肉管是直接切掉，不是没有外伤，我没有外伤，但是里骨头是直接。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是直接这样通，不是扭转关节。再试一下。因为这样很难，医生那时候跟我讲说骨头断了，你直接去，我是神经的东西。当时神经的东西是很难。
很难预料。他说我不够幸运的话，20000可不可以有一个机会？希望我是幸运的人。结果到他难道就没有伤的伤痛？很多人都会说三个月后再去复检。他难道那一天我做没有做多少，三天后就开始这样硬翻起来了。结果前三个月我的手部完全不能动，没知觉的，手都不能站的。结果其实做了三个月都还没有感觉到我会有什么病好，我心想说我一定要咬牙要去复检。其他的三个月后再去做那个穿刺，是那个神经穿刺，即便其实没有怀孕，我就是开始害怕，开始做了手术备用。可是我还想想，如果我没有去做复检，那我想怎么办？我又想说既然都已经就在此。第四个月我就开始渐渐好转，直到六个月的时候，我的手力比人家强，手一天到，你是新人的那个。然后忽然间我说我怎么看见的？我说有时候真的就是那个观念，是不是要放弃？然后其实还好，那时候没有像医生讲三个月再去做，也因为那前三个月，我再剪，我再重新录这一段好不好？那我想把这一段抓出来做。Oh.